俄罗斯选手波利罗纳，他最后的得分是13.950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是一个四叉这个结环，再做仰波跳，四叉结环是0.5，这又是0.4，要求这个腿要超过平衡这个水平，同时要充分的抬头挺胸，后仰如果不充分扣0.1。好的，这个后仰还是很充分，仰结环跳，这又是0.4。庞妈妈连续做了几串难度高的动作，挺身前后马上这个小翻，在一套动作里面要有两个不同的舞蹈动作组成的舞蹈串，再做一个科尔布特，这要求是先屈后直，这样才是一个 C 组0.3。单腿立转360，这是0.3，因为他的摆动腿始终在水平上。好的，侧空翻站步又稳了。好的，侧空翻内转90度，这也是一个0.4。好的，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小范这个躯体后翻2周下，就说这一串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准备出场的是约旦运动员阿里。Our men's 14, Ali Ars from Jordan。均分做运动员的最后得分。运动员在每次试跳前都要向 A 组。庞盼盼今年是只有17岁，号码一般是3位数。庞盼盼曾经在2005年体操世界杯巴西站女子平衡木比赛当中呢是夺得银牌，那会儿她只有15岁。第一个数字表示的是动作组别，而后两个数字就是表示该动作。庞盼盼是来自我国的河北